汤，然后里面是没有任何料的，是纯汤底。那在家里的话，你在家里可以吃传统的，虽然我们香料是马来西亚，但是这些食材呢，全部都是台湾的，包括新竹米粉啊，还有这些超级什么黄金蛋，都容易买得到的。对，就是超市跟那个市场，它非常的安全，它不会破掉，只要你不要拿尖尖东西吃它就好。大家都一定会吃得到哦。大家都一定会吃的，我们准备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量，让大家可以进去。小心哦！你帮拿高点到啊？镜子拍不到啊？拿高一点，拍照。OK， 好，好不好？来看中间，看中间，好，来看右边，看右边啊！广大的粉丝团。哦，这一群都是那个明视的忠实观众，对，看得出来，都那么年轻。来，再看中间，看中间，全部都是丽华姐，全部都是丽华，叫丽华的。各位回去一定要报啊！我们明天开始检查啊，哪一家媒体没报，我们送两包。好，来，在左边。好，左边上面，好，好，最后中间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通常过年每一次都是演出，但是不好遇到，但最近过年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过来了，他们过来陪我们过年，或者姐夫他们过来陪我们过，因为知道我们还是有演出，他们对未来媳妇很满意。应该是很满意的，对你比较不满意而已，对吧？对自己的儿子不太满意，就觉得应该要再进步一点才配得起我。对对对，他们一直在问说，哎，为什么他会喜欢你？我第一次到马来西亚的时候，他的二姐啊跟他的大姐就说，为什么你会喜欢艾辰嘞？你为什么不喜欢元浩嘞？元浩是谁？姚元浩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起主持节目嘛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可以选阿庞啊，你可以选道元啊。